主后肩膀疼，主后肩膀疼，我看到海上，有剑，然后有一根绳子啊，把那个剑往岸边拉，往岸边拉，往岸边拉啊，拉住他不动，拉住他的一个，先拉在一个地方，拉住他一个，然后就剑那个缆绳呐，往天上剑缆绳一个。然后计划把它再把它拖上去啊，拖到缆绳上面，然后拖上飞碟啊，拖上飞碟啊，因为这个剑呢，那些猴子啊，搞得比较，可以说比较简单，也可以说搞得复杂。为什么说简单呢？因为它那个粗制滥造嘛，叫简单嘛。为什么搞得复杂？因为粗制滥造，这边东块西一块的，分了几个区域，那个起的是个，怕几个区域倒是泄露了啊。所以呢，那些人就考虑这把这个船就把它是拖走算了啊，然后先把那个是拖到岸边近一点啊，岸近一点，然后在那边做缆绳连到飞碟上，然后再把它拖走，拖到飞碟上去啊，准备这样啊，